永熙。嗯。我最近想了好多关于你的事情。全相府的人都知道，他是我王府，我将来要娶他的。那就用这片薄荷叶做聘礼吧。你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？这一次，希望你能给我个道歉的机会。我虽然会惹你生气，但是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总会觉得很开心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小时候我们不认识，现在还会不会遇见？我想会的，因为我们是命中注定的。3、2、1，缘分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